这位同学问的，他说《无量寿经》44品这个经文里头有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他说黄念祖注解为义门呢，是对下句中之此法而言，此法者净土法门也。一门者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也。这种讲法是与师父你讲的正好相反，所以你讲的是如是等类大威德者，是指不移不退之人，能生佛法广大义门，这两句话就是指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广大义门，这弟子该如何理解啊？两种解法都可以，不必固执啊。那么把义门解释成84000法门也行，把义门解释为84000法门之外的法门也可以，都讲得通嘛，所以不必在这里执着，老实念佛要紧，那到底怎么个讲法呢？只好问释迦牟尼佛了，我们都是听了释迦牟尼佛的意思，这种情形自古以来非常非常之多。你看许许多多经典的注解，祖师大德各有各的讲法，但是都讲得通，意思都讲得圆，这就行。所以我们这个读经研教，这老师教导我们呢，一门深入。我们跟黄念祖老居士学，决定依照他的。就不要听我的，你才会有成就。为什么两个人讲的有不同地方呢？你就产生怀疑，对你产生了障碍，这个不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过去讲经都曾经讲过很多次，一部经有很多注解，要依一种注解，一种注解里面发生困难了，可以参考别的注解，我只参考这一段，只参考这一句，希望把这个难处把它疏通，决定要依一家，跟一个老师学，这叫师承，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位同修他说，弟子如今不像初发心时把佛号一天念几万声，还诵经几卷，现在把修持方法了转到工作上，生活上，借物待人上面，自觉很受益，在听经方面呢，也很有小悟，但请师父开示，将来能否有大悟处，了生死出三界？你要继续不断去努力，是集小悟才有大悟。这个开悟，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开悟。它有障碍，这个障碍总结起来呢，不外乎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贪嗔痴慢啊，这个是内外种种障碍，障碍我们不开悟啊。如果把这些障碍放下了，你就一定有悟处啊，彻底放下，你这一生就圆满成佛了。那么要想了生死出三界，决定要求生净土。这是老实话。如果不求生净土，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那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一定要断尽，相当不容易。不求生净土，自己的力量出三界。过去黄念祖居士说得好啊，在这个时代往后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太难太难了，真的是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就待业往生。自己修行决定不待业的，这个很难。这位同学问，他说：“法师，我入佛门十年了，但我一直没有受戒。”他说：“可是我一直听你的话，守戒不必受戒。如果我一生好好的守戒，不受戒行不行？”“行。”“因为你守戒，你是真的受了戒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法师传戒，这是形式，形式受了戒，你做不到，你是冒充的，是假的，不是真的，佛菩萨不承认。你自己能够真正持戒守戒，佛菩萨承认你受戒，凡人承认不承认没关系，佛菩萨承认你，这个道理要懂。这位同学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弟子障身会前想好好不起来，烦恼习气这个时时会现行，那么修一段时间感觉很好就来一些不顺心的事那么这是就是总是把握不住自己就回了这个自己的清净的那么他说：“你曾教诲我们要深洁意趣具体做法师父慈悲，请详细开示。”这个深洁意趣的入门就是听经，多听、多研究、多学习决定不能间断。你能够这样子累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会有悟处。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放下。这个第二个问题，他说：“弟子到你身边来亲近你了但怎么修
啊，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啊，你问的是去听你讲经，还是在念佛堂念佛？行结要相应，经要听，佛要念。如果说只听经不念佛，有结无行，很难成就。只念佛不听经，你的疑惑烦恼不能断，一定要相辅相成。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其他宗教常说这个时代是世界末日的时代，可不可能有世界末日呢？非常可能。你看这个世界上许多大国储存的这个核武可以毁灭地球十几次，现在还在继续不断的制造。这个东西制造干什么呢？早晚是毁灭地球。所以很有可能呢，我们生在这个环境里面，共业所感呐。好不好呢？对真修行人来讲有好处，逼着你非干不可，你要不干，将来这个大灾难来了之后，你堕落三途啊！你真正肯干呢，灾难来了不怕，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用智慧去选择。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修行人来说都是增上缘，没有什么不好，由此可知，所以加功用恨比什么都重要。佛经要读，要了解，一定要依教奉行。如果在现前懒散放逸，不认真去干，一旦灾难临头，后悔莫及了。真正有智慧、聪明人、有福报的人，一定把当前的时光抓得紧紧的，一分一秒都不能让他空过，这个人才决定有成就。这一位法师问的，他说有人从九华山带来带回来一本呢《占察善恶业报经》，以及占察时用的这个木轮的轮像，当遇到难题不好解决，如何做时就用木轮占察，决定结果，这种做法是不是可以？这和民间占卜有何区别？我们信佛人能用吗？这个占察就是佛的大慈大悲，因为世间人
喜欢占卦吗？那所以佛也随顺你，你喜欢我也教你一个占法。啊，这个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但是佛家讲的占法，前面要有修功，就是要有修行的功夫，啊，你才会有感应。啊，不但是占草人相，你要懂得道理，要懂得修行的方法。啊，就是连我们普通看到这个观音菩萨课，啊，我们从前也印过，啊，叫观音签呢，啊，我们也印过。印光大师在前面有一篇序文，就讲得很好。啊，你在求观音签之前，应当一心至诚，念观音菩萨圣号1000遍。然后你再抽签，签才会灵。啊，这个有道理。啊，为什么呢？诚则灵。什么叫诚呢？一心专注啊，没有妄念叫诚啊。1000声佛号念下去，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念掉了。这个时候最真诚的心。啊，没有丝毫妄念，占卦就灵。啊，你们都《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提到画符。啊，画符跟念咒是一个道理。心不诚就不灵。啊，心不诚说有妄念。啊，画这一道符。所以画符平常要练习，要练的速度快呀。啊，速度快是什么？这个笔一点下去，到一道符画完成，一个念头没有，这个符就灵。如果你画符啊，在画的当中还起心动念，这个符就不灵了。念咒也佛如是啊。啊，所以咒。古人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为什么？佛号只有6个字，南无阿弥陀佛。我念这一句话，里面不夹杂妄想杂念，容易做得到啊。咒太长了，啊，那么长的咒念下来，如果里头夹杂一个妄想，这个咒就不灵了。啊，这就说明啊。念佛不如念咒，啊，那经呢？经更长了，啊，所以你这一部经念下来说，里头不夹杂妄想，难呐，不容易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啊，这个念佛法门的殊胜。啊，但是一定要懂得，念佛里头夹杂妄想还是不行。一定要把妄想念掉啊！啊，明白这个道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真正学佛人、求往生的人，不问这些，问这些干什么？一心一意呀。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妄想啊，所以这些世间事我们都可以不必再去理会了。嗯，这位同学问啊，他说我们在家都听你老的磁带和录像带，专诵无量寿经已经3年多了，现在我们要想共修一众考众，已找到一个小寺院做道场，但是3位出家师父早课持楞严咒，晚课诵弥陀经，
我们居士则在另一个念佛堂做早晚课，早课48大愿，晚课呢是32到37品。请问这样分开做早晚课，算不算一个专修专弘专修的净土道场？可以。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专修专弘，这样就很好。这位是林居士啊，他问的问题很简单，这人间呢，人比人气死人呐，他不懂我自己怎么样去做，哎呀，不比就好了嘛，何必要去比呢？不要跟人比。不比就不气了，我也是不生气了就好了。这位同学问的，他说常常看到家中有两个黑影，要怎么处置？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如果遇到有这些事情呢，家里面最好供佛，供养佛菩萨形象，每一天早晚呢上香或者是诵经念佛，那么这个黑影如果是冤亲债主，他得到佛法的熏陶，他不会伤害你，如果是给你做正善缘的，他就来护持你的修持，所以也不必刻意去理会他，我们依照佛法做就很好。这位同学问的是，我听从你老人家的教导，每一天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定课30000声佛号，有时定课做不完，隔日一定补全，旁人说我这样太执着了，请问我坚持30000声佛号如不如法？如法，决定如法，所以自己这个定功课开头不要定太多，以后慢慢增加了，这就是精进。你比如一般我们初学的人，每一天定10000声就很好。不能念10000声，念5000声也好，天天不间断。念上一段时期，念得很熟，身心愉快，有足够的时间再往上增加。不能够后退，增加是好现象，这个一天30000声是非常好的标准，可以坚持。第二，他说平时我不喜欢与人接触，只愿金刚持念佛求生，如果有人打搅到我做功课，我便生烦恼。这是打搅你功课要慈悲一点，他不懂可以原谅他的，不必生烦恼。我们用方便法的来回避就好，尽可能呢不影响自己的修行功夫。第三，请问居士的大杯水应如何处理才如法？大杯水要有大杯心才会有感应，如果没有大慈悲心，每一天念大悲咒没有什么感应，那是有口无心，大悲咒决定要把自己的大慈悲心念出来，
真正能够慈悲一切众生，然后你的大悲水就很灵验。所以念大悲水，有的念得很灵，有的不灵，道理在此地。没有大悲心呢，念的就不灵。具足大悲心，念的就有感应，有灵验。这位是周居士问的啊。弟子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现有学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他有五个问题。第一个，每天早上我都念诵5000遍观音观世音菩萨圣号，下午再诵30000遍阿弥陀佛圣号，会不会不专一念佛呢？是否某每天要持诵一部无量寿经？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时间，你没有时间呢，你这样念法都很好，你早晨念观音菩萨，晚晨念阿弥陀佛，也算是专修，这个不算夹杂，专心。这个有时间可以诵经，诵经是明理，坚定你的信愿。第二呢，是五台山刘宾及赵居士曾参访地藏殿，现今赵居士已经出家，是托我向上人请问，是不是是不是问这个怎么样修行的法门呢？住在道场一定要随众，这是规矩。如果你住在一个道场，不能随顺大众修行，自己另修一个法门，这是破坏道场，这个是不许可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修学的法门跟大众不一样，你可以另外找道场，找志同道合的。那没有的，没有道场呢，自己可以建个小茅棚，修行多好。决定不能够扰乱大众道场，这叫破坏破活活身，这罪很重。第三个问题，他说有一位居士念佛时常出现各种境界，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境界的现前？还附的有一封信，这个我还没看到。世尊在《楞严经》上教我们，凡是修行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功夫稍稍得力了，一定就有境界现前。境界现前怎么对付呢？佛在经上教我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不要去理会它。这个境界是好境界。如果你要是理会它，起了分别执着，这个境界是魔境界。
障碍你的清净心呢？不理会就没事。禅宗里面所说的魔来斩魔，佛来斩佛，这个斩的意思就是通通不理会，魔来了也好我不理你，佛来了也好我也不理你，保持自己的清净心，这就对了。第四个问题，就是在家居士早课供佛大杯水，应该如何处理？这是讲这个供佛前面这个供水，佛前供水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清净心跟平等心，是表这个意思的。所以供养具之中最重要的这个第一个供具就是供水。水代表清净，代表平等。不可以供茶。茶里头有颜色，不清净，所以它是表法的。供水呢，你问怎么处理？处理的方法很多啊。可以，我们可以饮用也可以供养其他的畜生，也可以供养花草所以处理的方法很多，这个没有一定的只要我们有至诚恭敬心，怎么处理都好。最后一个问题，自从阅读往生论后，不再想出门与外人呢接触，只愿在家中静修念佛也不愿是吧？也不愿与他人闲话家常。只愿听闻净土法门，是否太执着？如何能恒顺大众？初学执着有好处。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功夫还不得力要着重修持。连儒家都常讲择善固执所以初学应该要执着到什么时候恒顺众生呢？自己稍稍功夫有一点得力了，不会受外缘影响，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就可以恒顺众生如果我们见到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诱惑还会起心动念，你一随顺不就完了自古以来多少讲经的法师在讲台上讲经说法度众生呢，没有几天呢被下面众生度跑掉，自古以来就很多为什么呢？没有定功
啊，我当年学教，啊，那个时候三十几岁，李老师就限制，啊，没有到四十岁，决定不可以到外面去讲经。啊，四十岁之前，讲经呢，只能在台中联社、台中慈光图书馆，啊，自己家里头练习，不可以到外面。啊，就怕外面的诱惑受不了啊，就堕落了。啊，这是老师对于学生的爱护。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自己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啊，经不起呢，保守好啊，固执一点好啊。啊，这个讲经的法师们要特别留意啊。啊，这位同学问的，就是常说心静自然凉，啊，这个静是清静，啊，经常冲水淋雨，啊，坐在冷气里面都会感冒的人，是否天生汗腺发达，还是他的心境起伏太多？个人体质确实不相同，啊，这个很容易，见到的。有些人怕冷，有些人怕热，啊，这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体质不一样，这个人业报不相同啊。啊，那么新加坡这个地方是热带，啊，温度啊。平均都是在三十度以上，啊，所以在这个地区，这个冷气几乎是一年到头啊都开放的，啊，如果在北方，啊，夏天冷气，冬天就开暖气，啊，可是真正这个身体健康呢，它不需要这些。那么这种人太少了，啊，所以我们也要随顺大众，啊，那么现在由于生活水平呢提高了，啊，讲堂念佛堂都是冷气开放，没有冷气开放大家不来了，所以我们样样啊都要随顺，啊，那么太冷了怎么办呢？我们衣服穿厚一点就好嘛，啊，不能够妨害那一些怕热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讲堂里面，诸位能看到，有的穿得很薄，啊，一件汗衫，有的人身上还要包几个，这个毛巾的。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这是天津王同学问的，就是共产党员如何学佛。首先要对佛法有认识，认识之后才知道佛法是生活教育，啊，它是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行业，当然也不分政党，它是智慧的教学。那我们要问呢，我们要不要求智慧？啊，
这个里面呢，教导我们求智慧的理论与方法。唯有智慧开了，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佛家讲普度众生，这个度就是帮助协助诸佛菩萨普遍协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他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帮助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帮助我们认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佛经里面的术语。那么现在共产党倡导的无神论，我们就不讲天地鬼神。天地鬼神是什么东西呢？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这个他能接受，名词换一换就行了。我们古老的名词叫天地鬼神，现在科学的名词叫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这是说明说我们要认清楚，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在我们生活行为方面，佛教导我们如何去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所以它确实是非常好的教育。这位同学问的是，道场里有放生鸡，这个鸡下的蛋拿去埋掉如法不如法，还是拿去卖掉，去埋香油，让鸡也种福田，可不可以啊？可以，你想的很周到。道场里面有放生的鸡，要注意，只注意一桩事情，公鸡跟母鸡分开，不要在一起养。这个母鸡下的蛋呢，没有生命的，它不能够孵鸡，这个蛋可以卖。如果呢，这个公鸡母鸡养在一起这个蛋是有生命的，你卖这个蛋也是杀生，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这位同学问的，弟子对于基督徒的家人对佛教不礼佛等诸多意见，是否应以默然回应？可以。你有能力要给他讲解，没有能力呢，默然行，不要跟他起争论。这是他不能够了解事实真相。那像在新加坡呢，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许多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都在读佛经，他们都在求学，都想了解佛法，这都好的。这位同学问的说，他有个孙子在大学的时候，学校就会养小老鼠杀来做实验，现在参加工作
还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办，啊，他又没有信仰，啊，每月给我50元，我都给他做功德，啊，这样可以吗？很好，你每一月把这个50元给他放生，啊，最好了。啊，他现在是不晓得啊，这个杀生的业很重啊，啊，最好不要从事于这个事业，啊，这个杀生里头，尤其是堕胎。堕胎的罪过比什么都重，堕胎是杀人呐，啊，那个冤冤相报啊，麻烦可大了，啊，你这个母亲怀孕，你怀的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为什么会到你家来呢？跟你家都有因果关系，啊，这佛在经上讲啊，啊，小孩跟父母的关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4种关系，没有这个关系他不来。如果他是来报恩的，你把他杀掉了，将来下一生借了冤仇，下一次来就报仇了。如果是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好的，仇恨更深，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所以决定不可以堕胎，啊，这个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这位同学问的是，法师讲一门深入，只读一本无量寿经，他说我读了几年，家中时常有一些烦恼不安宁，别的同学劝我念地藏经，我始终坚持诵无量寿经，可最近呢，我每一天呢坚持念无量寿经，另外发心呢又诵地藏经，感觉家中啊安宁很多，这样几次我都感觉到很好，这样是否夹杂？这个修学有正住双修，我们一心求生净土，以无量寿经念佛作为正修，用地藏经作为辅助啊，可以，这个不算夹杂，啊，什么原因呢？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地藏经确实能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常常能生惭愧心、忏悔心，对于修净土，不但有很大的帮助，肯定能够提高品位，这有好处的。这个同学问的，就是学佛以前，他说我很受人尊敬，啊，大家都欢喜我，啊，特别是人常常夸我懂事善良，说看到我都会起欢喜心，啊，我也常常帮助弱者。父母说我是个孝子，可是进佛门以后，啊，我真心为师父护法，按师父教导去做，可是我用心去做善事，也不能被人理解，常常被人误会。如今我烦恼不但增加，心里常常流泪。这个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那这样看起来还是不学佛的好啊！学佛学错了，
你应当好好的检点，学佛是不是学错了？凡是学佛会出现这些问题，你应当多想一想，或者理论上出了问题，或者是方法上出了问题，或者是在境界上应付的不恰当，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否则的话，学佛所得到的效果啊，决定是正面的，一定是很多人欢喜你，很多人赞叹爱戴你。如果社会大众家人都给你起反感了，你就好好想想，学佛有问题了。你把问题这个问题找出来，将问题消除，就能够恢复正常了。这一位同学问的是，因信佛人修得不如法，使家人产生一些烦恼，谤佛谤法，用念佛方法忏悔，是否能忏悔掉？学佛而遭一些人毁谤，在现前社会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什么原因呢？佛教被社会大众误会时间太久了，有一定深的程度。我们今天提倡佛法，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艰难，相当不容易。那么佛法，这是寺院庵堂出家在家的同修所表现的，确实不如法，也应该不如法。怎么说他应该不如法呢？他虽然是学佛了，只知道天天拜佛，求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他所造作一切的恶业呀，希望都不要有恶果报。他拜佛学佛的目的在此啊，究竟什么是佛法他不懂，经没有读过，没有去研究过，这样的佛法怎么能被社会大众尊重？我们看到很痛心啊，但是我们明白了，知道真正的佛法，现在社会里面消失了，社会里面那些佛法是变了质的，不是如来正法。如来正法在哪里？在经典里面，我们要从经典里面去找真正的佛法。我们不应该灰心的。释迦牟尼佛当年鹿野园五比丘啊，五个学生一个老师，把佛法兴起来了，传了几千年了。我们今天也能够找到个五六个人呢，也可以把佛法兴旺起来。佛法利益一切众生呐！佛法是善中之善呐！
能学佛的人呢，是佛中之福啊。我们要做出来给大家看。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我们今天认真努力在做。佛法什么时候能兴旺呢？也许在底下一代，也许在更后一代。大魔到中国来传持佛法，到第六代才兴旺啊。到第八代才结果啊。那么有耐心怎么行呢？我们绝不能指望在我们这一生就能看到效果。这个操之过急，这是错误的。我们这一生呢，下种子啊。所以今天我们对社会第一桩事情，就是要把佛法，什么是佛法，向大众啊说清楚、说明白，认识佛教。修正社会大众对佛法的误解，这是第一堂课啊。误会消除了，他对佛法产生欢喜心了，慢慢再来啊，一步一步的来介绍，来帮助大众学佛。那么今天在这个世间，能够信净土的人，发愿求生的人，认真念佛的人，人数不少啊。这个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现前，非常可贵。佛说这一类人叫根熟众生，我们要帮助他断疑生信，加强他求愿的这个愿力，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没有信心的人帮助他建立信心，对于误会毁谤的人，我们帮助他认识，消除他的误会，消除他的毁谤，这样就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